约翰三书十一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：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 是按照神的标准定的。殷勤诵读圣经，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神对善恶的界定。属神的儿女一定乐意按照神的标准行善，并且靠圣灵给予的力量远离恶。